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讲解一些小知识，对，好不好？是我们自己这几天的心得，对，心得体会。这些图其实我们玩了蛮久的，虽然我们有时候跑起来有点不知道在干嘛，但是我们毕竟也有去特训班特训过。对，最近大家玩道具呢，都会有看到新上线一些地图，哪几张呢？第一张《亲密法兰西》，第二张《繁花巴比伦》，第三张《夜明沙都》，第四张《星星火车站》，第五张《洛杉矶》，第六张《小猪部落》，第七张《一号公路》。好，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等一下在跑的过程中，如果有碰到这些图，我们再一一讲解，好吗？这次新增的地图比较厉害，就是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抓地抓起来，就是竞速还是要顾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虽然我们打道具，但是有两张地图就是比较偏向，就是有点小小运气型，就是囤道具型，《亲密法兰西》跟《繁花巴比伦》，因为它最后赛道很长，而且它道具点都很宽，嗯，所以这真的要留一手道具偷一波。对，没错。地图哦，秦明法兰西意思就来了，可以哦。对，刚刚小燕子说不是秦明法兰西有点运气的感觉嘛？因为它的每一个道具点隔得很长，就是它的每一颗道具又隔得很宽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囤积道具，而且这个地图只有一圈。对。然后那天我们有问小草老师，我说这张图到底算道具图还是竞速图？他说算是竞速图，所以这张图的抓地也要练一练。啊！哎，我这颗碟，我这个茄碟，我是智障哎，我是智障，要握呢？我是智障，我是智障，我是智障。他又来一个，我真的是我。你留着，你要留了，你要留了。没关系，又来一个了。你给他。这什么道具？这道具是有毛用啊？我们这碟真的蛮多的。对，我们外星人好不好？星火车站这个重点什么？就是那个三个雪堆那边。对对，因为那个掉下去，它会从头开始。对，所以那边就是放雷啊，放碟啊，都是很好的位置。对，然后它的峰点就是在那个。它绝对之后，后面会有那个加速带，有没有？对，它加速带，因为它速度很快，你在那边直接丢个风过去，它有点躲不了。有紫色吗？有咖啡色喷，但是我觉得咖啡色就是有点丑。很近哎、欸，怎么那么近？我近的超焦灼的，妈耶！好焦灼哦，怎么那么近？只能用肉身撞，你知道吗？现在。你知道你这个风，我真的是觉得很棒哦！看我被吸住了哦！不要！你说不要，他就能不要的吗？在那边很焦灼哎、欸，大家就在全部都挤在一起，就是我的道具是没地方放的，我风我要怎么放，根本放不了，只能用撞的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我会假装被打哦，我会真的被打哦，我会真的被打哦，还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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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怎么多分是？过，旁边是你 ，nice。因为我刚刚有让一下，可是没有两个一起下。还好有六个。懂吗？这个图就是不能说，真的不能。这个图就是这么危险。